还不及格，可说一般的承诺让我全部对你浪漫的自首。 Could you be the one I'm waiting for， 从我遇见你的天气 I lose myself in you complete。 一般天真一般成熟在我心中。我那一番冷漠看在你眼中，那我再看一眼 I wanna feel your true love。 有没有发现另外二分之一的温柔，在这距离中，在这目光中 I don't wanna lose your love。 No matter how I try I just can't really read your mind。 你有没有爱过我，你有没有爱过我？ Oh baby， 你干嘛这么担心我？因为你对我很重要。我有个惊喜要给你，快点把眼睛闭起来。不能偷看咯。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这个蛋糕是我照你教我的方式做的，全部都自己做的。谢谢你，今年的两个生日都是你陪我一起过的。你不只是今年了，许愿吧。从不说爱这个字，都用泪水表示。解生日快乐。看尽冷眼排斥，你说凡人不懂得坚持，光荣更有价值。哦，你今天心情好哦。为什么叫默娃？因为云之笑啊。有吗？有。有吗？是因为小鹿的关系吗？妙妙，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很开心，有很多安心的感觉。所以你很喜欢小鹿咯？小鹿给了我很多意外的惊喜，我知道他是真的很认真在为我着想，希望我开心。而且我从来没有遇过这么为我着想的人。既然今天取消了，
我们去哪里走走好不好？不了，我心情不太好，不想影响你。啊，妙妙，今天真的很对不起你们，你们要帮我过生日，我就让你们失望。下次我们再约一天，大家开开心出去玩，好吧？好啊，那早点睡吧，接下来还要忙神送的案子，我很忙。晚安。晚安。福伯，干嘛？你以为我跟你一样老会被吓到啊？验过定力的，来坐，吃早餐。哎，你不是去钓鱼吗？哎呀，休假太无聊了，想一想啊，还是回来陪你打仗比较有意思。心情好像不错嘛，不错不错。那个雪花飘飘，旋转木马之约会，很开心吧？还不是因为有你的帮忙，谢啊。小姐，有一件事啊，我认为一定要尽早提醒您。说啊。陶小姐啊，又坚强，又能干，又能处处替别人着想。确实是一个真得人疼的好查某囡啊。可是啊，小鹿是一个不存在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让他爱上的是那个他最讨厌的陆天行，而不只是小鹿。帮你切水果。陶小姐爱上小鹿之后，才发现小鹿原来是陆天行所创造出来的，她一定会很生气，很失望的。你看见的是哪个我？你爱上的又是哪个我？我要做你唯一的防护网，我要你爱上两个我。桃子，这是什么？你看一下。怎么突然想到要给我维他命啊？因为预防胜于治疗啊！昨天你照顾我一整天，我怕你被传染，这个就能保住你的小命了。命不是拿来收藏，是拿来吃的。来，我要看你吃下去。
谢谢。应该让他爱上的是那个他最讨厌的陆天行，而不只是小木。今天的 OZ 很散哦，对不对？喵喵，六哥。请六哥把当天的流程再跟大家 run 一遍。好，大家先把新产品带回去熟悉一下，然后我们要开始制作简报的流程的道具。拿去。所以我们看的脚本。你给我这么多笔干嘛？你不是都会这样吗？啊。啊，六哥，我们待会开完会就来预演。好。那我可以讲了吗？啊，可以啊，可以。好，我们要开始制作简报的道具。来，给你。好，都忘了要吃饭。你刚刚说写文案要很诚实。对啊，在撰写文案的时候啊，绝对不能自己骗自己。一定要自己相信商品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李奥贝纳说这是一个好产品，而不是这是一个好广告，懂吗？我都不懂这些，也不知道要想这些事情。不懂没关系，你慢慢学，我相信有一天你也可以写出很好的文案。哎，有葱哎。哦，谢谢。不会，你最近应该很累，多吃一点，好吗？没关系啊，我会减肥。减肥？嗯。你哪有需要减肥啊？有啦，赶快吃。傻瓜哎你，青椒要多吃哦。你不吃，我喂你。来。嗯。好。耶。突然无声了，路灯终于疲倦了。以后三餐要多注意均衡，知道吗？是被人遗忘的情歌。六哥，我是梦游和醒着。我喜欢你。哇，好饱啊！那吃饱来做运动吧。哎，那你学我这个。OK。哎，试试就走好了。嗯。小子，你先说。你想说什么？我想说。
不然我先说好了。我想说的是，你想说什么？我该怎么开口告诉你，我是陆天行。回家吧，走吧。没事，你都哭了还说没事，跟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了好不好？嗯，我昨天跟刘哥告白了，我喜欢你。怎么突然说这个？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应该不可能不知道吧？妙，现在公司的工作这么多，我觉得我们先把工作做好，让我自己赚钱，其他的事以后再说，好不好？你不回答我吗？六哥，为什么你一直都没有交女朋友啊？你怎么都在想这些有的没的啊？我都没时间想，我等一下回家，因为我分镜图我觉得好像不是很完美，所以要回家修一下。你也早点回家。当星光都很模糊，你先不要难过，我想六哥也没有拒绝，不是吗？他没有回答我，没有回答就是拒绝啊。也许现在还不是时候，嗯？那你怎么会突然想要跟六哥告白啊？嗯，其实，那天我去弄米堡的时候。看到你跟小鹿手牵手，对不起哦，我没有马上就告诉你。可是我想说，你们两个就是手牵着手，不就等于在一起的意思吗？我就想说，那我跟六哥也可以，我可以告诉他我喜欢他。好，好，你先不要哭。我想六哥只是很惊讶，你那么好，他一定会被你感动的。你骗人！真的，他对自己有信心。真的吗？真的。你的手机，没关系，不要理他。你看一下是谁了？傻不哈，是小鹿。
限你30分钟内，老地方见。你跟他很熟吗？什么是老地方啊？没回简讯，会到吗？不会到。有收到简讯吧？喂，你是想打来告诉我你会迟到对吧？喂，喂，你讲话啊，陆天行，我很多工作要做，而且我没有任何义务答应这种莫名其妙的要求。再见。喂。决定正式邀请丽友加入我们天际广告。可是他之前不是拒绝营运长很多次了吗？营运长，上次你还专程去 OZ， 他都已经拒绝你了，我想应该不太可能吧。你们还不懂吗？现在我们天际广告流失2-3成客户，全部都转到 OZ 去了。我不能让这个情况再继续发生下去。那要不要先跟执行长说一声，毕竟是他创意部门的人啊。你觉得有需要吗？像他这样一个不顾天际营运状况又任意妄为的人，你觉得他会关心吗？黑人，我想我了解营运长的意思。欧弟现在只有 Leo 这张王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挖到天际，这样客户才会跟着回流。没错。好，马上办。是。少爷，请用茶。哦，在想陶小姐的事。嗯，她现在喜欢的人是小鹿，这个你跟我一起创造出来的，拥有阳光般的笑容，又温暖又贴心的暖男，小鹿。饿死这个女人，竟然不负陆天行的约，这倒是头一次啊。不过，你知道她上午我约她的时候，她竟然很严肃地拒绝我。我，所以你很难过？难过？哈，你马卡拜托哎。我是陆天行，我怎么会？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而已。还是要工作的。喂，天行，
干嘛？我想要让你跟我以执行长和营运长的身份正式邀请丽柔加入天际广告。Lance，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太可能。你放心，这次不一样。我会用最好的条件跟最强势的理由，让他知道继续待在 OZ 这样一个小公司，那只会局限他的发展。明天一定要记得到哦，拜拜。天际营运长特助打来，要我明天过去一趟。可是你不是已经回绝他们了吗？他们说要正式和我讨论条件和福利。桃子，明天和我一起去。我？为什么？我要 OZ 负责人在场的情况下，让天际永远打消这个念头。帅爆了！所以桃子 OK 吗？明天一起去。OK， 我去。警长咖啡。来，两位用点心。这个是我特地请 Helen 派人去买来的，谢谢。他邀请 Leo 来的原因，我相信庭威已经在电话里面都跟你沟通过。陆先生，我想你们应该很讶异，为什么只邀请我一个，但是我却带了 OZ 的负责人一起出席。其实我是希望你们能够知道 ，OZ 是我唯一会加入的公司，现在或将来。除此之外，我不会考虑任何的邀约。我完全没有机会。是。可惜，实在是太可惜了，Leo。我是真心的想要跟你合作。陶小姐，我确实没有预料到你会出现在这边，所以让我郑重跟你道个歉。哦，不好意思，我当着你的面挖角利用，但我真的很欣赏他。可既然他对 OZ 有这么深厚的情感，如果我再继续坚持下去的话，我就冒犯两位。陶小姐，我必须说，作为一个公司的负责人，你很称职，因为你可以让公司的合作伙伴都这么认定这家公司。这是我做不到的。我欣赏你，我佩服你。谢谢。不客气，这样吧，既然你们都在，那让我这样说，也许未来我们两家公司可以有各种不一样的形式的合作。那希望到时候陶小姐不要把我当作敌人。我没有把你当作敌人，我倒觉得是你把 OC 当作敌人。非战之罪，同行的悲哀啊。我是真的，真心希望可以跟OZ合作。你是打算以什么样的形式谈合作？
我自己的公司规模虽然小，可是创意是源源不绝的。我们天际的广告量大，也许未来我们可以发包给 OZ 来制作，或者很多其他的可能性。那我们就先告辞了。请留步。我有些事情想单独跟陶小姐聊。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关于刚才练习和做爱，我很有兴趣。好。六哥，我会马上回公司，不会太久。怎么样的合作案？我问你是怎么样子的合作案？我还没有想到。所以你是想要通过合作继续嘲笑我，继续嘲笑 OZ 吗？绝对不是。你不愿意跟我见面，我只好用这种方式把你留下来。你到底想要说什么？昨天早上，你第一次敢拒绝我。那是因为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的关系。为什么？也许是我多心，也许你不是我想的那个意思，但是我要必须跟你说，我喜欢的人。只不过听到歌，眼就要红，这不是我，一定不是我。有没有发现另外二分之一的温柔，在这距离中，在这模糊中。 I don't wanna lose。 因为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的关系。为什么？也许是我多心，也许你不是我想的那个意思，但是我要必须跟你说，我喜欢的人。只不过听到歌，眼就要红，这不是我，一定不是我，一想到你心就要痛。这不是我，我没那么弱，爱过应该变得成熟，和平的分手应该是种收获。小鹿，要做什么，这样不我喜欢小鹿。是谁的人不是我。那是因为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的关系。小鹿，我喜欢小鹿。小鹿是一个不存在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让他爱上的是那个他最讨厌的陆天行。这不是我，
完了。今天很累。人家知道你可能不喜欢我吵你，可是我也可以当一个很文静的女生，静静的陪在你身边啊。阿怀，你原本开开心心的样子很好啊，你不用为了我改变什么啊。是吗？天心哥哥你好 sweet。 我先走了。你还跟着我干嘛？刚刚不是说好我要当一个文静的女生？我今天真的不想再看到任何人，我拜托你回去，好吗？嗯，好，那我不吵你，等你忙完就想我一下下。打给你天心哥哥，约他吃饭。不要。你不就是因为他不理你才心情不好的吗？打给他。下午天心哥哥好像心情不好，他明明在休假，怎么会心情不好呢？如果真的在乎我的话，他至少会陪我喝一杯咖啡。可是他却只希望我不要黏着他。你怎么会这么喜欢你的天心哥哥？我从小就喜欢他，心里只有他。那这样，我们请妈妈打给他好不好？啊，这个世界上他没有办法拒绝就是妈妈了，让妈妈跟他讲嘛。啊，算了，就算天心哥哥真的听妈妈的话来约我，他也不是真心喜欢我啊。陆天行，我很多工作要做，而且我没有任何义务答应这种莫名其妙的要求。小鹿，我喜欢小鹿。谁啊？小鹿，我是桃子。哦，等我一下啊。嗨。
可以陪我聊天吗？当然可以啊。我带了很多好吃的蛋糕还有咖啡，一起吃。我刚刚去排队买了这个蛋糕，新口味，配上这个咖啡，不甜不腻，刚刚好。我刚刚看你跟 Leo 哥从天际回来，好像有点怪怪的。有吗？有一点哦，有一点灵魂不在这里的感觉，是不是因为跟怒天行见面的关系啊？嗯，也不是啦，我只是今天不小心跟他说了我的秘密。小鹿，我喜欢小鹿。我明明很讨厌他，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把秘密跟他说了。说不定你心里其实已经把他当成朋友了。我也不知道哎，也许吧。不过就算是这样子，也只是个朋友。哦，我想问你哦，陆天行有做过什么伤害 OZ 的事情吗？是没有啦，只是他想买回 OZ 剩下的70%的股份。以我的观察，从他的作品里面可以感觉到，他为人其实蛮正直的，而且还保有一份真挚的童心，好像不像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这么傲慢、这么商业，对吧？嗯。你怎么会突然帮他说话？啊，我只是想说你们之间是不是有点误会？不是误会。不是吗？不是，他就是一个喜欢嘲笑我的人。小鹿，嗯，我们不要聊他好不好？好啊。你都不会好奇我跟他说了什么秘密吗？你要告诉我？嗯。哦。我跟他说，只不过听到歌眼就要红，这不是我，一定不是我。有没有发现另外1/2的温柔，在这距离中，在这目光中，爱的话都没说。你都不会好奇我跟他说了什么秘密吗？你要告诉我？嗯。哦。我跟他说，陶乐斯，你这是在表白吗？啊，我跟他说明天晚上我想请你吃饭。啊，这就是你跟他说的秘密啊？也不是啊，我是想说，简报神送的拍摄脚本出来之后，我们会很忙很忙，说不定连睡觉时间都没有，所以我在想，那之前我要好好的请你吃一顿饭。谢谢你一直陪着我，也可以顺便跟你讲那个秘密。哦，好啊。我们顺便吃东西吧。咖啡你拿。因为你很好。
对我很好，因为你对我很重要。我要怎么让桃子用爱小鹿的心爱上陆天行呢？小鹿，什么事这么开心啊？你没忘记今天晚上我要请你吃饭吧？当然没有啊。这是地址，要记得来哦。只想让他知道他很重要。哟，这么巧，人还没来之前陪你聊聊天吧。我不需要你陪我聊聊天，谢谢哦。别客气，我知道我人很好，就跟你讲讲话吧。怎么样，约了谁啊？不关你的事。桃子，今天晚上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没有办法到，改天换我请你吃饭，我也想听听你的秘密。哦，看你的表情，应该是不会来了吧？再见。哎。留下吧，这间餐厅要订到位也不容易，一起吃饭吧。我已经把话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你是听不懂是不是啊？出现，你不生气吗？你这个人就是不懂什么叫做信任。他是我最重要的朋友，也是我……总之，我对他不会有任何怀疑。你说的那个人。是小鹿，对吧？对。
你说你喜欢小鹿，不过我觉得你根本就不了解他。是，我是不了解他，我连我自己都不了解了。那就对了，你都说了，你连自己都不了解自己了，那我来告诉你吧，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那么讨厌。你说我是臭嘴男，我不想争辩，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问清楚，我有做过什么任何伤害 OZ 的事情吗？陆天行有做过什么伤害 OZ 的事情吗？你知道我喜欢你吗？我不想知道。只不过听到歌眼就要红，这不是我，一定不是我，一想到你心就要。知道我喜欢你吗？我不想知道。一整天那么累了，我还跑了这十分钟，这剧情那么沉重，我却看到差一点笑了。家就在下个路口，怎么了？你会走错？圣诞节过了多久，我还在过情人节快乐？找你的什么时候？没有谁我都能一个人生活。为什么在你走后，我却变得不像我？你怎么了吗？你不是跟小鹿去吃饭吗？我爸妈呢？他们出去了。去哪？I don't know。我刚一回家就看他们打包行李说，啊，去你阿姨家啦。跟小鹿没事吧？不是小鹿。老大，你已经在里面一个小时嘞，你没事吧？陶瓷，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就好了，我现在应该要担心你吗？不用，我没事。真的吗？嗯。
只能成全你另一出戏曲。我不懂放手，还问你什么叫心灵，你说我太多心却又过太少伴侣。爱情无爱有趣，竟然走得下去，爱到无趣离去，这是你的定律。我不适合你，也不适应你，你的时间没什么必须，那就难怪我是你可有可无的插曲。是，你睡了吗？没有。是不是小鹿让你生气了？嗯，好啦，如果你不想说也没有关系，你好好睡觉吧。你自己这几天都没有好好睡觉，还说我。嗯，因为我这几天又想很多事情。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烦恼的事？还有这么多的心事？我也不知道。只希望你可以很快乐。
我也想要很快乐。可是为什么那么简单的事情好像好难呢？我也不知道。不要哭啊！没事吧？我有点担心你。没事了啦，当天有一些事情不得不处理，不好意思哦。哦，小鹿怎么怪怪的啊？昨天你没来，我竟然遇到陆天行。只不过听到歌，眼就要红，这不是我。有没有发现另外1/2的温柔，在这距离中，在这目光中， I don't wanna miss you。 昨天你没来，我竟然遇到陆天行。那还好吗？还好，没什么事。我比较担心你，你没事就好。都是我不好，明明答应要听你分享的秘密，对不起。哎呦，你不要这样想啦，你没事就好，反正我们每天天天见面，再找机会跟你说就好啦。也是。哎，我很好奇。是什么秘密啊？今天 Sam 是要 present 对吧？嗯。紧张吗？如果是以前一定会，现在不会。我去准备补充用的东西。先生，你还好吧？来，我扶你起来。帮我拉一下车子，来，小心，来，帮我把车牵到旁边好不好？来，慢慢走，小心点，还好吧？奇怪耶，六哥每次都会提早到啊，怎么都还没有出现呢？而且今天又是那么重要的事情，我来打电话给他。休息一下，等一下啊！喂，桃子，我这边有一些状况，有一个机器是被撞倒了，我不能丢他不管，我把他送到医院之后，我就赶过去，你帮我拖一下时间，好。等我一下，我叫救护车。
老大怎么办？六哥到现在都还没出现。再过15分钟就要开始了。Samson 的主管很看重李友哥，如果他没有到的话，我们很难交代。桃子，你要不要再打电话给他？好。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桃子。啊，六哥，你在哪里啊？我还在医院，我在做笔录。可是我们已经快开始了。桃子，找小鹿，让他代替我上台主讲。小鹿，让小鹿代替你上台主讲。我知道六哥，可是深圳主管很看重你，他们一定会问你为什么会没有到，他们就是希望看到你带领我们一起 present 的。你现在。桃子，你先不要担心，你听我讲，让小鹿代替我，我这边一做完笔录，马上赶过去。哦，我知道了。老大，六哥刚说什么？他是叫小鹿代替他带我们 present 吗？这不行啊！贤颂是我们 Q1 的衣食父母，哎。对啊，小鹿还太嫩了，万一出什么差错怎么办啊？小鹿，对不起哦。我觉得你文案写的真的很好，可是神颂对我们来讲真的很重要，小鹿根本就没有 present 过的经验呢。我其实……各位，我们主管都到了，可以准备进会议室了。老大。小鹿还真的有点逊，看来必须让陆天行出马。我是 OC 负责人陶乐斯。接下来，我要代表 OC 跟大家报告这次我们为 Samson 做的构想脚本，是有关于说谎。你们 Leo 导演的，怎么没看见他人？导演他。他没到。他在。我想你应该很清楚，我们是因为看中六导演说到了嘉禾的广告，才找上 OZ 的。他不到，请你告诉我，这个会议该怎么进行？各位，不好意思啊，我迟到了。陆天行。会看到的是最真实的广告界，所有最出名的人、最有钱的金主、厂商，都会出现在这个酒会里面。我都忘了我们执行长还替 OZ 挂名护航。看你今天穿的样子，麻雀变凤凰了。趁还能飞的时候，快走吧。
会走错。圣诞节过了多久，我还在过。情人节快乐，天空海阔的尽头。如果我终于能走过那些坡，像朋友那样问我，就算我已不是我。应该是种收获。